個指示係叫即係當時嘅軍裝去拘捕或者捉住咩人嘅？冇，唔係特首講，係附近有啲人意識到我係。不過頭先回應翻你頭先嗰個問題咧，就關於嗰、那個抗爭嘅手法嘅問題。咁社民不嬲都相信咧，就係、是、透過議會嘅抗爭、街頭外邊嘅抗爭，係突顯呢個制度嘅荒謬同埋不公。咁但係我哋堅持個原則，我哋係會繼續即係用和平嘅方法去。而家佢哋即係誇大咗所謂暴力嗰個理解，暴力好似我哋揸刀揸槍去即係同佢搏鬥。但係我哋只係用一啲示威文品，我哋只係用嚟口號。呢、這個根本就係上綱上線去提升嗰個暴力嗰個詞彙。我諗用英文有清楚有力地 forceful 呢個 violent 兩回事。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如果你大家調翻轉，咁我即係你茉莉花、茉莉花革命咁樣，即係舉個例啊，你Bushido你黃國昌大家嘅公安叫你控你走，你唔走。有機會會撞到撞到㗎啦，係咪？今日我哋有冇資格，有冇咁嘅 status 喺會場門啊、門外示威咧？呢、這個就關鍵啦，係咪？佢又冇宣布到解散，係咪？因為咁你人哋問埋你個特首嗰度，係咪？你可以話喂停啊，俾佢埋嚟又得。曾蔭權唔係冇埋過我身邊㗎喎，突然間佢嗰啲隨從。停咗搶我嗰只多羅亞都有喎，搶咗幾次搶唔到啫嘛，我縮縮翻轉頭啊嘛。咁你心情好就搶我只鴨，心情唔好或者你冇表示嘅時候，即係我覺得我哋唔會係天真到話絕對冇可能有呢、這個呢、這個所謂叫咩製作啊嘅，我哋唔係喎。但係你話用暴力？嚟向佢示威，或者以傷害佢嘅身體嚟達到我政治目的，咁呢個梗係離譜啦。如果係佢今日上搜查我哋成個社時候咧，成日攻擊性武器啊，呢、這個粟米石斑飯咧，攻擊性武器嘅，即係冇可能嘅嘢嚟㗎。即係因為佢係唔明一樣嘢，就算即使係掟粟米石斑飯掟埋佢，都唔係暴力嚟，都好清楚嘅嘢都係，呢個唔係暴力㗎。可以揾 Newson， 即係話啲無故意啊，啲搞作啊，荒唐啊，但係你話即係你提升到咁，佢知唔知咩叫暴力啊？到底係咪？涉因為涉嫌，因為你要將一個人嘅自由攞咗，你一定要理由嘛。咁所以警方一定係要話你涉嫌咗某一個嘅觸犯某一個刑事罪行。然後先可以叫你擔保翻去，否則嘅話，如果協助調查你唔翻去，我想問一下，其實咧喺現場，可唔可以講下你係咪唯獨阿黃生係喺個正門嗰度同阿特首有一個好近距離嘅打個照面嘅啫？其實只係定可唔可以約抗議嘅啫？只不過嗰時係我抗議，我冇話攻擊佢。即係你冇，你係衝埋去喺，因為我有見有啲片段就係見到你喺佢前面嘅，咁。咁但係，譬如你記憶所及，你見唔見到佢？見唔見到就察覺到，係唔察覺到？唔察覺到啊！咁跟住你就被帶走咗定係點嘅？喺嗰刻，即係跟住你有之後再進入到會場嘅，都冇進入會場。你六點鐘先捉嘅喎，即係我走嗰時啊，四點半就去門口入嗰時，咁就走入去嗰時點鐘啊？我就搞唔清楚，收去嗰時點鐘？五點半。當時是示威，我想講我訴求，係同埋我係冇察覺到，係我係
查實到你冇碰到任何人。我係做廚房，我係廚房嘅，但唔識查。你琴日知唔知我六千？啊，六千蚊，係啊，最啱啱啲啊。超貴，我唔係啊，我哋都唔係六千蚊佢啦。你俾六萬蚊我。如果冇咧就曬妹，因為咧其實我冇乜特別嘅講，因為大家即係零零落落咁帶埋啲客人咁樣，如果。我不是在開了幾次會就變成各人答的時候就有些參差就不太好了，就是好像我們講大話的。我們現在會影響下一代，我覺得我們會令下一代更加知道要抗爭才有民主，要抗爭才可以改變那個這個故障，我們是很清楚的，我哋係提倡抗爭。我想問咧，琴日咁埋身咁樣去攻擊特首咧，係即係你哋甚至唔定係即係青年同青年社入面嗰度，佢哋即係突然之間想咁樣做，同埋想問翻啲。唔係，其實我哋都唔知道埋唔埋到特首先。其實我哋想，其實我哋全部嘅方法就係話，我哋係希望喺越多人睇到嘅情況之下，能夠同。特首有面對面的對話，如果他不對話，我們要大聲在他面前講，或者我們給一些請願的文件給他，去將期望想表達給他。其實埋不埋到他呢是不知道的，好像我又想埋到他，我一開聲音其實我周身傷，不過我沒驗傷，你想想你八個人七八個人在拔你的時候你傷不傷，不過我不出聲，因為我哋梗係啦，我哋唔係皇帝嚟嘅，係咪？皇帝梗係緊張啲，緊張啲啦，即係龍體，即係龍體嚟嘅。因為想問多少少咧，黃生，你可唔可以講講，即係你主要係做咗啲咩？你係咪第一次參加啲？都有，即係唔係第一次參加？以政府嘅撥資，我係貧富懸殊，撥水牛魚。你自己昨天是休即是放假的時候去參與的定放假下了班。下了班的。咁你自己過去期有冇話是不是冇水嗰度？你從來灣中下水冇水下咗班，你真係唔夠運啊！你做啲剩翻好都唔使死。你如果唔計，可唔可講下你參加時？我哋做嘅。即係呢個好同意嘅，就係我哋所有嘅參加中。咁就係咪一直都有參加嘅時候，亦都現場第一次咧？衝死一次。但係試過近距離去即係特首抗議，你試過未啊？即係試過或者去一啲特首出席嘅活動抗議。都唔似唔係你最近喎，邊個？喺嗰啲片段。兩片都好近。如果應該大家需要嗰個片段，唔係唔好講入。個 copy 嘅話，我哋俾個 copy 大家參考。大家自己睇啊！不，你留翻個雞肉卡片，我哋 send 過。因為咧，我同你講，其實有啲係我哋嘅影片影唔到，未必冇發生嘅，風度咁講。即係我哋影到可以俾你噶嘛，第二就要我哋想俾你都影唔到都得嘅，所以最好就係全部人有片就掟上網或者俾傳媒去參考。咁但係就係案已經變咗係案嚟啦嘛，所以好煩嘅。其實我都唔建議佢出嚟講，因為佢講嘅嘢可能會係第一情況情況。我想問下咧，當時好亂噶嘛，有冇你碰到其他人，即係唔係特首其他嘅人咧，或者特首身邊嘅？如果他給我們埋身就在旁邊講，我和你記得周時對談的在以前歷史上，如果他不給呢？如果不是這樣的時候，很對不起，我們一定是會繼續，因為你想想曾蔭權不是曾俊華，他去一單的時候都是找建制派的人去，他是病的，
我照咁大力掟佢，冇反應，淨係話我掟佢唔啱。所以呢個政府係唔抵可以，我正話喺立法會都講咗，呢啲示威係唔會停止嘅。無論佢係點樣樣，又係鬧我哋也好，好簡單啫嘛。我舉一個好簡單嚟，琴日我坐低食飯，已經有人同我找一張數單嘅數，即係個女人話你做得啱。當然我唔係嗰碟飯好重要，嗰碟係一碟粟米食飯，班腩飯，始終班腩飯。即係佢要明白，你做得唔好嘅人話你㗎，你可以匿咁樣。咁你而家你做得唔好，打你最大聲嗰啲人，你又唔揾，就揾初頭支持你嘅人去讓步，你都搞乜嘢？因為我記得經濟動力同埋民建聯咧，開頭即係接受你採訪嘅時候話初步可以支持，因為有證據，即係佢係本身係支持曾俊華嘅嘛，初係咪啊？陳家龍講嘅初步係支持啊，哥。咪所以其實大家你咁樣顛倒嘅點搞啊？所以大家嘅焦點係搞錯咗，即係特首應該反省下自己，即係今時今日。你出巡的時候，你參加啲活動嘅時候，點解會有咁多人示威呢？即係你唔好將個原因同結果係搞亂咗。你要明白一樣嘢，佢搞起樓嗰陣時係紙尺嘅啫喎，紙尺之間嘅啫，真係買揼佢得喎嗰次，佢俾人圍住咗噶嘛。即係佢有個 political agenda 嘅時候，佢扮親民嘅時候，就行去群眾中間，係咪？你而家搞掂咗啊，你傲慢點得㗎？即係我講咩？我哋係唔會停止呢啲示威，因為而家香港嗰、那個太過閉塞啦，成個民意要俾政府明白，真係太閉塞。即係你會堅持呢種好簡單啫嘛，就算今日，就算如果而家唔係而家6000元派咗啦，我諗個示威冇咁大啦，可能。喂，唔通我哋去到特首去到呢個 CCO， 佢會落嚟見我哋咩？佢唔會噶嘛。你明唔明啊？年年都話叫佢見我哋，俾人抬走啫嘛，又係好簡單。喂，佢嗱，我而家我就唔會再同佢哋即係喺度即係講話我哋係咪暴力，我已經講咗。咁問題就係佢哋係真係要去見市民咯，係咪？自己要做啲嘢啊嘛。你而家派翻6000元，冇咁多人鬧佢啊？好簡單道理，你哋都唔鬧佢，你哋最著數啦。又6000，跟住退税又6000。佢基層都得6000，又係調轉嚟嘅而家。你一鬧鬧佢，佢又亂嚟啦。你係咪個基層又問佢啊？點解我最窮，我得6000啊？如果真係賤兜兜啊，係咪啊？咁你而家大聲啲鬧，咁啊中產階級就會退税6000，又俾6000。呢個政府係癲，即係癲咗啦嘛！我就講粗口，係癲咗啦嘛！你唔可以咁做噶嘛！你調翻轉啊，而家又咪同埋即係好明顯，即係尋日發生一件事就係、是。因為你財政預算案即係民望插水，咁所以咧你自己係插水扮嘢駁動車，跟住咧就即係轉移個視線。咁啊，佢係咪我就小題大做？你佢交代起碼個客觀效果係咁啦，係咪？你交代佢交代同邊個食飯先啦？嗰個如果你真係走去同中聯辦啊嘛，仲喺度繼續大魚大肉嘅，你話俾我聽，同佢真係講嘢嘅啫。即係你覺得佢係以前如果佢係嘅話，我真係覺得好可以，可能中聯辦好興啊嘛，我講咗咧，有線大家全港人都聽到咯。我呢個係政治嘅 gesture 嚟嘛，因為中聯辦啲人係咪主禮，佢可能覺得佢哋受個專業受到講咗，我唔係今日先講噶，係咪？喂，哥，如果你係真係咁樣嘅，我真係好興啊嘛，你又傷啦，又出去食飯，食完飯先施然叫集啲記者去，係你都俾記者早啲收工啦，你6點鐘睇醫生咪收工咯，哥。即係你質疑佢嗰個傷勢，即係操控一切嘅咩？質疑佢傷勢係咪由於嗰次嘅門口嘅示威活動所導致嘅？唔係個問題，我覺得好奇怪，其實係冇乜人會感覺到痛，隔咗之後去睇醫生，然後又招待記者。其實好簡單，佢哋嗰啲有家庭醫生嘅，佢而家又唔係斷骨，又唔係成個家庭醫生檢睇下，喂，張生冇事，佢就根本就唔使勞煩大家嘅。唔係同埋一般嘅經驗都係咁嘅。即係係要即時過十字車，唔係呢個唔使講，受傷㗎啦，係啦。如果唔係咧，你因為你中途經過咗好多嘅時間同埋好多嘅場合咧，咁我當然我唔話佢咁衰啦，自己揼自己啦。但係你都係匪夷所思啦。我老實講，我都唔相信佢自己揼自己，冇可能嘅嘢嚟㗎。